当我有个惦记我哥的闺蜜。你干嘛？那头没有知觉了。你咋了？我感觉不行了，你要不让你哥来看我吧？我感觉我没有几天了。在这等着呢。腿。行，没有感觉。看我哥就有感觉是吧？哥，天气又不行了，你快点来看看他。等着吧，我哥一会儿就来。太凉了，我感觉也不行了。你这腿是真没知觉了？哎呀，真的没有。这样呢？这样怎么了？没知觉，这还不行。这样呢？没有知觉。那痒吗？不痒啊。我试试。你咋了？平时碰都不让碰的，这回看来是真的。努力没白费。这怎么办呢？有了，来，泡着，活血。反正你也没知觉了。咋了？有知觉了？不是我痔疮犯了。嘴硬是吗？烫吗？这水不够热，我再给你加点。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样子。我是咋了？这回有知觉了吧？没有，我痔疮被捅了。哎呦，你这看来是真不行了。你哥啥时候来呀？忘记这茬了。我哥说他快到了。到哪儿了？哦，我哥说他到楼下了，带了个截肢医生。你这情况来不及去医院，得马上赶。我现在去接他。动了，他是不是动了？不行，今天说什么也得给你嘎了。